比较倾斜，然后比较细，然后这里会过来。就是它的那个写法有点连绵草的感觉，就是把篆书楚简是以篆书为主，它写的有点像是草书的篆书，草书的篆书。就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子的。那末端有点回回的回拉，还有这种回拉的感觉，很明显的，无论是往下或往上，它都有一种意识，就是那个笔势的那种曲度，是蛮明显的。那这个网比较高嘛，所以你的白就写得矮一点，来跟它做互动。这样这时候你会发现，我们这个盯着这里，跟这里，跟这里，哎，竟然不小心有机了，它就有互动感。你没有完成。对。你那个机会跟因缘都没到，你都是到了，所以轻松就有它。这个跳跃的互动感很强。这张就精彩了。好。这就是写法上的哈，希望给你参考。